首先开机，让机器复位，点 Home， 设定。复完位之后，移动 X、Y， 那是 X 的正方向。对，移动到你所要加工的地点，然后再向 Z 轴。这里有一个高低速切换。我你录那就行。别晃啊。按它是连续和不进切换。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下降。看刀尖这里扎到这个表面。转一下。这时候X 清零 ，XY 清零 ，Z 清零。对完刀之后，然后找到这个文件，内部文件，设定，再设定。我他妈的有经验。